陈嘉乐今年六月被人拍到出入连诗雅香闺而传出绯闻，虽然两人已经否认恋情，不过嘉乐和 Shiga 最近又被人拍到在鸭梨洲公厦逛街，情到浓时还牵手。这天嘉乐和好友汤仪做客游戏节目娱乐大家，玩游戏嘉乐就有经验呀，不知道他和 Shiga 的绯闻嘉乐又怎么回应呢？不错，如果有人要问你说你跟 Shiga 的新闻怎么样，那你会怎么答的？啊，通常我都会你最近的电视剧很好看啊，谢谢，我觉得你的角色非常棒，但是我还没有看。我会看，我一定会看。还记得上一次到节目上面的 那一个项目是比较强一些的？我比较熟有，应该是Chitchat。Chitchat。对，因为我玩过了两次都还好了，没有赢，但是没有输太多。嘉琪 OK 这个游戏吗？有给人插很多画在头上，我觉得很漂亮啊。所以你可以输多一点。可以，但是你可以帮我啊，就我们是一队的。那肯定是一队吗？是啊，你想跟我敌对吗？没有。这一季的娱乐大家加入不少生力军，邓智坚和孔德贤就是其中两位。邓智坚也说要做足功课。我觉得我会准备的很好的，因为我有看一些重播这个节目，对，我准备就是投入一点，就是前一晚休息好一点，然后今天有力量去玩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投入一点跟他们混熟一点呢，这效果出来就比较好。那你们觉得就是今天两位嘉宾对他们印象怎么样呢？这嘉乐跟 Cathy，两个我也认识，然后我觉得男的很帅，女的很漂亮，然后 Cathy 就是我的学生。哦，真的吗？演戏的学生，所以我跟他也很熟悉。然后我现在的电视剧，我看到他进步了很多，所以我刚刚已经告诉他，你进步了很多，他也很开心。